新世纪新旅程新疗愈，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爱光心语节目，我是张中岳。我们都知道呢，佛法呢在2500年前由释迦牟尼佛呢他弘扬向全世界，而我们今天呢在聆听佛法的时候，我们发觉佛法呢在2500年前呢就是以非常科学的这个理论呢来弘扬，而今天呢我们用这个科学来印证佛法，发觉真的是佛法其实跟科学完全有非常紧密的关系。所以今天呢我们也厘清我们的净空老法师呢就这个量子力学来和佛法的关系呢给我们众生来做更深入的开示。师父阿弥陀佛。是，师父，我跟您请示啊，因为最近也知道您也参与了一些这个比较国际性的跟量子力学、佛教跟科学的一些研讨会，那您也做了一些开示。其实对很多学佛人来说，也许早期的时候大家都觉得佛法就是可能是属于老人学的，或者说是古人说的，但是现在近代我们看到它跟科学的又透过科学一个一个的印证，发觉佛法其实是最先进的。从量子力学的观点，我想我们众生更希望由师父来跟我们来开示了解，哦，原来量子力学跟佛法的关系怎么来印证，让我们也了解佛法里面所讲的每一件都是真实不虚的。这个科学会议我没参加过，我是看到他们的报告知道一些但是佛法它是大学，什么都包了，可以说世出世间没有一样东西不包括在里头佛这个字的意思是求，也就是明白它就是智慧的起用那么所说的是什么呢？佛教的名词叫诸法实相，那也就是整个宇宙所有一切现象的真相。他讲这如果你要对宇宙万有不是真正彻底明白，你怎么能讲得出来？他为什么能讲？我们为什么不能讲？不但不能讲，他讲了我们还听不懂，这什么原因？也就是说，他是用真心，我们用妄心。用真心是智慧。用妄心是烦恼凡夫不但六道凡夫包括四圣法界里面层次低一点的，像阿罗汉以下阿罗汉小乘最高的修为，像须陀洹、阿那含，他们都还没有证得阿罗汉。换一句话是，智慧，真正智慧没现前，真正智慧必须证得阿罗汉才能现前，见思烦恼断掉了，他才能够体会到诸法实相。他的看法、想法、说法没有错。靠得住。那么四果四相没到这个位置还免不了有错过失，大乘菩萨，菩萨有51个阶级，实心、实住、是心、是回向、是地等觉，51个阶层前面实心里面
一般讲大概要到七线八线，智慧才睁开了，不圆满啊，说的是对，没说错，但是说的很粗糙，没有那么细腻微细啊，也算是很难得了。随着他修学的功夫不断向上提升，慢慢自然就切入境界。那么修行要想真正切入境界，理上讲人人有份，没有一个不是佛，个个都是，事上讲差别很大。为什么？你虽然是个佛，你烦恼习气没断，阿赖耶里面种子常常起现行啊，还甚至于还叫你搞六道轮回啊，这就是，所以修行两个字重要了。修是修真，行是行为，行为有起心动念，心理行为啊，就意识行为，言语行为，动作是行为，这三样东西身口意都会受外面境界影响，影响的时候自己做不了主，这就是六道凡夫。阿罗汉以上自己可以做主了啊，自己能做主得自在啊，得大自在，化身菩萨啊，禅宗所说的大彻大悟明心见性，那个得大自在，一点都不假。在宇宙里头你自己真的可以做主啊，真正得大自在，智慧一切都明朗了，妄想杂念没有了啊！所以凡夫跟佛相比，最简单的一句话，我们眼见色会受干扰，会生起贪嗔痴慢疑啊，甚至还想拥有想占有啊，这都是贪心在作祟啊，或是不如意的排斥啊，发脾气成恚啊，这都是烦恼在作主，烦恼造的都是不善业，就轮回。六道轮回从哪来？就是有烦恼来，没有烦恼就没有轮回啊，就阿罗汉这个烦恼断掉了啊，六尘六根接触六尘不受外面影响，看得清楚听得清楚，不起心不动，这个高啊，起心动念就错了，就模糊了，就会看错了，不起心不动念看得清楚，不模糊啊，不迷糊，越往上面去越清楚啊，能够看到真相，像量子科学家讲的是真相，但是它不是从定功得来的，佛法是修定，就是修清净心，修平等心，到最后大彻大悟，这样明白它有受用。科学家是用数学推理，用仪器观察，他的外面帮助他，不是他自己亲证，所以他是看到了，没错，跟菩萨讲的一样，他不得受用，这心不清净，心不平等，还是个凡夫。如果是一轮回，他所有的功这个功夫啊，这些利益了，都失掉了，能力都失掉了，啊，又要重修，这就是比不上佛家用。戒定慧啊，戒定慧不会丢掉的。
死了，无论到哪个地方去，他都带去。啊，带得去，科学带不去。只管这一生死了之后就没有了。而且他比不上戒定慧与三学。佛法教我们重视修戒，修戒就是断恶修善，不堕恶道；修定可以超越六道。啊，定到相当程度的时候，大彻大悟，跟佛同一个境界。这个时候，戒定慧里都有乐。戒有清净的路，定有平等的路，真路不是假路。师父，很多在佛法里面有一句话叫做“烦恼即菩提”。对对，那事实上我们刚刚说悟了才开始是菩提，不悟烦恼不是菩提。悟了之后，那既然悟了，他其实就没有烦恼了。啊不，他还有现行，功夫浅的悟了。有时候还会冒出来，但是他控制得住，他自己做得了主，不会迷失方向，不会堕落。所以在量子力学的角度里面，我们如果说去跟佛法去印证的话，所有的现象都是一种波动。那所以现在我们看到的，因为我们处在三度空间里面，事实上我们知道可能有更高的维度。对，那十法界其实也都是在这个一个波动形式在呈现，只是它是不是它的波动频率，就是说越高的法界它就是越精密，不错，不错，越接近，越极静，极静。那佛在应该是超越了十法界。对。那如果在佛的境界里面，他用量子力学怎么去看佛的境界？佛度哪一界限的众生，用哪一种方法，用跟他同个频道。嗯。他要跟我们不同频道，我们没有办法跟他接触。是。啊，他的人道跟人同一个频道，他要度鬼。跟鬼同一个频道，他要度地狱，要懂地狱同一个频道，他才能见得到。所以佛是什么都通，他要用就用，他不用就不用，他得到自在。他不像我们，我们没有这个能力。啊，法界无量无边的，十个里头。再可以分十个，一百个，一百个里头又可以分一百个，永远讲不尽。从佛心上可以看到，其实就是有无数的佛的世界。对。只是现在，因为我们一直在弘扬净土，因为净土法门是最殊胜的。对。师父其实前一集有给我们开示说，一句阿弥陀佛，对，其实就可以成就了。净土是最简单、最容易啊，而且保证你成就。其他的法门是一定要断烦恼，不能待业往生。净土不是成佛，净土是换个地方修行。你算移民的概念，哎，你算移民，移民到极乐世界，在极乐世界，阿弥陀佛是老师，啊，他可以一对一地教你。为什么？他能分无量身。极乐世界有多少人，他就分多少身。你所感觉的，佛跟我教我一个人，我一个人跟他去。啊，这个境界也是我们无法想象。啊，真的保证你一生成就，而且快速成就，不会退转。所以极乐世界有这些好处，我们先取得极乐世界，第二步在极乐世界成佛。
那极乐世界是心的幻化所成的世界，还是它是真实存在？用量子力学来看极乐世界，它是真心变现的，真心变现，自信变现的。我们这个世界还自信在又经过阿赖耶两次变化，忘了真心变的是真的，阿赖耶通过阿赖耶就变成妄的，就是虚妄不实的。那可不可以说地狱道，其实地狱它也是一个心的变现，对，但是它是一个妄心的变现，妄心，对，通过妄心所变现，在里面受罪的人并不知道。是，所以他们是真实存在的吗？真实存在，你要说真实就真实，你要说不真实就不真实。对，因为它是一个变现，所以如果我的频道跟它不共振，对，你就没有，就没有，对，不错，不错。是，所以你只要有意识，它就存在；你没有意识，不去想它，不去理它，它就不见了。是，在什么地方？就在现前，就在当下。没有距离。是，所以有一些我看了一些著作说梦境跟我们人往生以后的境界是很相似的。对，但是我们一般人在梦里面不能做主，如果我们在梦里面做主，我们可以自己决定我们要做什么，是不是我们往生的时候我们也可以自己做主？有定功就做主，心有定，心清净就能做主，不分别能做主。因为你不清净，你有分别，有妄想，所以到那时候被这些东西搅糊涂了。所以佛法的修行，戒定慧。如果我们要修习净土法门，也请示师父，一个学习净土法门的人，他又工作很繁忙，那我们怎么样让弥陀圣号时时不离我们的心？对，修行的方法，祖师大德教给我们。工作的时候认真工作，佛号放下。工作做完之后，佛号就提起来。不要让它中断，这就是功夫得力。人能到这个地步能控制的话，就决定往生。往生的条件不难，往生到极乐世界有等级，那个等级无所谓，可以不必重视它。我们总要就是一定要往生。往生到极乐世界，地位低一点没关系，念书一样，我从小学一年级开始念起，我不要插班，插班要功夫啊，没有这个功夫我一定要进去，一定要上学，这个目的达到就行了。所以带的业识进入到极乐世界，也可能是下品下生。他说要等到三大阿僧祇劫才能够化开见佛。不需要，他无量寿嘛。每一个生到极乐世界的人都是无量寿。他是平等。啊，对，都无量寿。无量寿那时间长短不在乎了。那如果他愿意再来娑婆度众，也可以吗？啊，可以，马上就可以来。那是阿弥陀佛，他加持你。让你的智慧能力跟阿弥陀佛差不多，很相似。是，难得了，真难得了。是，不可思议，这么殊胜。哎，不可思议。所以到极乐世界等于证得大圆满。是。
有没有一个排除的条件，就是虽然每个人都念佛，可是比如说他是十恶不赦，或者是不敬孝道、忤逆父母，是不是像这样子的条件的人是不可以忤逆十恶，临命终时最后的一念真正忏悔念佛求往生，佛还是来接引。这个法门阿弥陀佛的恩德不可思议，是大恩大德，一个人都不舍弃，只要真正忏悔后不再走。这跟基督教的信我者得永生，就是你只要相信你就可以去，是不是异曲同工？那不一样。这个里头要真信，一点怀疑没有，要真愿，一心就是想去，就是想见阿弥陀佛。是啊，要有这样的热忱才能往生。师父，我们看到现在的社会，尤其这个世界越来越多的所谓叫老年失智的问题，它变成一个社会结构里面一个很严重，其实国家花了很多的医疗资源在这上面。我们看早年的时候，其实大部分没有这样的现象，也不知道什么叫老人失智。对，一个也许他在没有失智以前他是很精进念佛的人，我想请教两个问题，就是是不是一个真正用真心念佛的人他不会失智？对，有失智表示他的业力，那他如果还是想去极乐世界，可是因为他现在失智了，他甚至连佛号都提不起了，对，那怎么办？那就不能办。可是这个就前面花了这么长的功夫，尤其像我们，如果我们的父母常辈是这样，真正学佛人重视日常生活当中不起烦恼，放下烦恼，这个重要啊！喜怒哀乐都要放下，都别认真，就没障碍。否则的话，最后这一招会产生障碍。是，这个是我们现在懂这个理，我们当然就是要做，要做。但是如果现在我们的长辈已经是属于失智的状态，那我们又希望帮助他去极乐世界，那我们应该怎么样帮助他？帮助他是能听经是最好，不能听经要诱导引导他念佛，告诉他人起心动念最好的念头就是阿弥陀佛，这个念头什么念头都不能跟他相比，这个念头他肯定引导你到极乐世界见阿弥陀佛。要真正相信，决定不能怀疑，什么都可以放下，阿弥陀佛不能放下。师父，如果这个老人家他就是我们用这样的方法去开导他，因为他失智，他完全就已经没有这个识别的能力。最怕的就是老人痴呆症。是，如果得这个病呢，就很困难。得这种病，我们只能帮助他升天，给他修复。只有这个办法，升天比做三窝道好太多了。是。所以做子女的，做晚辈的，就是一样是帮他帮他念，帮他做。所以师父，我进一步要跟您请示，就是我们刚刚讲修福的部分，我们很多人搞不清楚什么叫功德，什么叫福德，就把功德跟福德去做了一个混淆。不错。对，那我们事实上一般人在做的布施，应该是一种福德，还是福德不能超越轮回，功德能超越六大轮回，这下你就明白了。是，修福德，将来是人天福报。低的到人间来了，高的到天上去了。
啊，天上寿命比我们长，福报比我们大。啊，功德那个不一样，功德是能帮助你往生，帮助你提高品位。那平常要怎么做去累积功德？譬如说做哪些行为？不着相就是功德。我今天做了多少好事，记在心里，福德；忘掉了，不记在心里，功德。做等于没做，是功德。是不是可以再让我们这些后生晚辈能够更清楚的？因为我们极力的希望我们自己不要再进入到所谓的轮回，所以我们希望更多累积功德。这个功德除了不着相之外，有没有我们其实很多人现在社会上说，我们做很多的公益事情，我们认为说这叫善行，但这个善行也都只是福德。对，那怎么样去累积这个功德？因为这个部分刚才我跟你讲，着相就是功德，就是福德；不着相，功德。这样我懂了。对，就是同样的行为，同样行为，你有没有把它对放下？对，你还没放下，就是福；放下就变成功德了。那是行的人，就是说，如果今天我把我做的事情回向给我的父母，一样。但是我你回向给他了，你就不要再相信了，想这桩事情。因为回向的行为是行，是有行为的行为，但是回向完了放下，对，这可以视为是功德，对你都是功德。是，一个着相，一个不着相。着相心不清净，不着相心清净，善恶都没有，这不着相。是，做好事不着做好事的相，做坏事不做坏事的心，通通不着心，这就对了。与戒定慧相应，功德；与戒定慧不相应，是福德。与戒定慧不相应，对，是。所以它超越了宗教，也超越了你任何的啊，不错，不错。我们佛经里面有一部叫《瞻察善恶业报经》，业报经。那这个瞻察的善恶，就是我们的起心动念，那就是其中问卦一样，占卜。因为人有他这些嗜好，他喜欢占卜，所以佛就讲一部专门瞻察的这个经，瞻察善恶业报。这是一个善巧方便的方法，事实上全部做都不需要，没错，不需要，就叫无智亦无德啊。对，不错不错，是，也非常谢谢。我想今天师父给我们的开示非常的清楚，其实众生就是被一念无明所对，不错，所迫，不错，对。所以如果我们 不放在心上，就不需要占卜。是是啊，也非常感恩哦。今天其实师父给我们做了一个用科学的印证，就是量子力学，来让我们了解到佛法的科学，万法唯心所造。那所以所有的法呢，其实我们做完了，我想师父刚刚也告诉我们的这个福德跟功德，其实做完了就放下，一句阿弥陀佛，其实我们就能够脱离六道轮回。我想这么殊胜的法门呢，我们每一个人都要谨记在心。也谢谢师父今天为我们的开示，谢谢。